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第58届金钟奖戏剧类星光大道的现场，我是杨小黎 ，Hello， 哇，真的好开心，好荣幸哦，今年又可以再度帮大家服务了。昨天的节目类金钟奖真的是好热闹，大家看得很过瘾。而今天呢，我们的戏剧金钟正是战况激烈。除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得奖名单之外呢，我们重量级的卡司呢也会在这个双现场的星光红毯轮番登场。哎，说到这边，我的搭档，你伫咧倒位啊？哈 ？Hello， 亲爱的小黎。我叠加了，还有正在收看金钟奖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星光大道的派对坊区，我已经等不及跟所有优秀的入围者在这边开 party 了。因为这几年我们优质的台剧越来越多，本届戏剧类就有1155件的作品参赛，伟大的评审们历经2个多月的评选讨论，选出了129件的入围作品，分别角逐戏剧类27个奖项。到底今晚奖落谁家，请跟我们持续锁定到最后哦。过去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开放观众来到现场，但是今年不赶快了，让我听听看现场所有的尖叫声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声，派对区就是需要有这样的声音，派对区就是要比较轻松比较 chill， 所以希望所有的入围者来到这边都可以轻松自在。当然我们今天星光大道除了采双现场制，我们也募集了一些观众的提问，让你们可以直接来问这些优秀的戏剧人一直很想问的问题，像是这一题哦，我来看一下，问我的，嘿，昌宪以《乌恰来去》入围最佳男主角奖，请问你觉得你会输给哪些人，还是都输？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太好回答，我看我还是先把现场交还给李车去的小黎啊。好，大家没问题啦，派对局就先交给昌宪来好好炒热一下气氛咯。这个非常精彩的金钟58，我们可以在哪些平台收看呢？我们可以在三立都会台、公视、三立 MOD 戏剧台、好视989电台、金钟官方 YouTube、 三立电视 YouTube、 金钟58官网、文化部 FB、 Vido YouTube、 三立新闻网直播室、三立新闻网 YouTube、 中华电信 Hami Video、 Line Today、 Line TV、 三立国际台 Unify TV、 新加坡 StarHub 以及东森美洲电视都可以收看哦。所以不管是海内外的观众朋友，都一定要支持我们的戏剧金钟。